家好，我是王牌家族的贾玲。王牌又要收官了，这一季我们了解了不同行业幕后的汗水和艰辛。你觉得我可能重色轻友吗？小朋友们听着，这就是灰太狼，也就是一天到晚想把我们吃掉的动物。这个就不是快不快乐的问题，我们俩的年纪实在差得太远了。致敬所有行业里默默付出的王牌们。